今天呢，看到我身旁这几位有没有，就知道我们今天又会很吵了。我们今天呢，要分成南部组跟北部组来 PK 金头脑。耶、yeah! ！那我们请制作人可爱的 Ruby， 可爱的 Ruby。这边要留着哦，这边没留我就删掉了。对，会是他们四个人来录影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们四个人都是南北学霸，耶！等一下我会分成五个主题，然后五个主题里面有三题，各有三题，然后两队要轮流选择主题，然后题目就是题目都是选择题，然后会有选项，然后先抢先赢，不一定要听到题目结束才能作答。好，总共五个主题，每个主题里面有三题，这样总共有几题？十五题。答对，数学题，好好。好，每一题你们只有30秒的时间会可以作答。我念完30秒开始计时，拿起来说你要作答之后，只有10秒的时间可以考虑。好，好，好，所以想好再作答。好紧张哦。然后如果答错的话，就换另一队有机会作答。好。然后如果都答错，就直接共估。那第一次答对，第一个抢答起来，对的人就有3分；第二次答对的人只有1分。剪刀石头布，我先选。对，换出剪刀。好，我们不在乎，只是想出剪刀而已，根本就不在乎你出什么。好，题目：生活、国文、社会、自然、艺术。好难。那我们来个艺术题，设计师在我们这儿。很简单，表现主义绘画风格著名的作品《呐喊》，其作者是下列哪一位画家？蒙克啊。剪进去哦。
十环岛，好说。十环岛。哇！来，确定选项啊、欸！为什么要放弃？我们自己听哦、喔。来。你先欺负我们。十环岛 B 十元岛 B 大岛 C 冲绳本岛 D 与那国岛 D 多少 D 答对耶。Yeah.然后帮我们按铃铛，记得随时锁定八婆的频道。拜拜。拜拜。